好佚佗，三天两暝上拄好。白冰冰行销高雄 MV 外界观感正版两集，影片中使用空拍镜头，部分来自于已故纪录片导演齐柏林所拍摄的飞越高雄。虽然市府观光局回应影片是公共财，授权给白冰冰使用，但齐柏林所属的台湾阿部电影公司晚间发表严厉声明。虽然白冰冰 MV 非商业用途，为了尊重原创者的精神，符合当初双方合作理念，不希望任何人用任何形式截取部分片段，播出部分的影像，运用在其他影片或以重制成其他影片，并尊重齐柏林的创作精神。当你被截取其中一部分，再做成另外一支影片，其实就是第二支片啦。对，那基于原来的创作，所有创作人一定会觉得希望能够保有我最原先的想法，尤其导演现在不在了。电影公司表达不希望祈祷作品素材被分割重制成第二部的影片，高雄市观光局紧急致歉。过程太匆忙了，忙中有了疏失，没有跟阿部电影公司先行做协商。刚才我已经有跟阿部电影公司打了电话，然后我们表达歉意。不止齐柏林导演作品被重新剪辑，亚运自由车银牌得主黄庭英先前为高雄拍摄单车的宣传影片也被剪进白冰冰来去高雄 MV 里头。虽然高雄市府使用上没有争议，取得著作权以及著作人格权，可惜未事先知会原创电影公司也惹出争议。三秀许世兰红薯猪高雄报道。